朋友们好，岁寒三友中，我们已经欣赏了京东不雕的苍松和静洁虚心的翠竹，现在再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傲雪凌霜的梅花。梅花在植物学上属蔷薇科落叶乔木，芽为落叶果树中萌发最早的一种，先开花后生叶，花开五伏，多为白色或淡红色，白如玉，红似霞，有清香。梅花每年开在冬末春初严寒料峭之时。唐代诗人林语写道：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今冬雪未消。梅花不畏严寒的傲骨，报春而不抢春的风格和醉人的清香，曾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和无限的喜爱。人们不仅把它与松并称为岁寒三友，而且把它与竹兰菊并称为四君子。梅花在人们的心目品质高、意志坚强、操守纯正的象征。在喜爱梅花的古代时，最为传颂的诗人林波，他自叫何进，杭州慕容公事曲子最爱梅花，他住的地方多种植红梅、养白鹤，人称梅妻鹤子。宋代诗人王琦有一首咏梅诗写道：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只因误识林和静，惹得诗人说到今。诗写得很风趣，说梅花本来清雅脱俗，想不到误识了林和静，惹得诗人们谈笑至今。和静咏梅最有名的是七律元小诗写发言：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斜水月黄昏，双裙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幸有微云可相挟，不须檀板共金樽。诗的前句意思说，高林摇落飘逝，只有梅花开得特别艳丽，独自占尽了小园迷人的风光。澄澈清浅的水里映出了梅花疏朗横斜的倒影，朦胧的月色中浮动着梅花清幽的馨香。其中第二联是咏梅绝唱，诗人用疏影暗香来写梅花，以水和月做陪衬，不仅传神地写出了梅花的姿态和神韵，而且创造出一种含蓄优美的意境。南宋词人姜白石歌咏梅花的自夺曲，便是取暗香疏影作为新制作的词牌名称。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姜白石的暗香的上篇。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也十分喜欢梅花，他曾经写过许多歌咏梅花的诗词。在梅花盛开时，他恨不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意思是说有什么办法能把自己的身体化为千千万万个身体呢？那么在每一束梅花面前就有一个陆放翁在赏梅，那该多好啊。陆游还填过一首《卜算子·咏梅》诗词，堪称咏梅神品。词是这样的写道：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词的上片写梅花的境遇，那生长在驿站外断桥边的无主梅花，寂寞孤愁，还要承受暮霭黄昏中风雨的侵袭。下片则集中笔墨写梅花的品格，它并无争春之意，却遭到百花的嫉妒，但它洁身自好，即便是零落成泥，此泥又被碾成尘土，花的形体完全消失，但它那一缕幽香却依然如故。词中的梅花乃是词人自我形象的写照，表现了词人一种孤高自许、孤芳自赏的超然脱俗的情怀。毛泽东主席很喜欢陆游的诗词，但对这首《咏梅》词中所流露的情调不太赞同，他也用《卜算子》词牌填写了一首著名的《咏梅》词。词是这样的写道：雨送冰，冰雪凝初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春笑。这词中所词梅花像全是明朗的乐观，词的情调也是的像陆词相比，确实是奇异而用之。元末画家王冕预感到天下有变，便携妻儿隐居九里山，植梅千株，自号梅花屋主。他植梅爱梅，咏梅画梅，诗情饱满，画意浓郁。这他的墨梅图，墨笔画梅一枝，枝干挺秀，花用淡墨涂出，自题七绝曰：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画家直抒胸臆，说自己所画的梅花素朴淡雅，不求世人夸奖，而只希望清香之气能流遍人间。这里的梅花人化了，在梅花的形象中寄托了画家自己的理想、情操和志趣。梅花大自然中生长的一种客观植物，形体上有干有枝，花开五瓣，花蕊飘香。但当诗人、文学家把它写入作品之中，画家把它描绘在图画之中时，便不可避免地融入了作家、画家自己的人格情趣和美学理想。这时，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梅花便成为一种艺术上的意象。梅花这一意象在历代诗人、画家的笔下反复出现，便固定地染上了一种清高芳香、坚贞耐寒、傲雪凌霜的意趣。所谓平生多傲骨，不畏雪霜寒，所谓梅花本是神仙骨，落在人间品自奇，表达的都是这样一种意趣。宋代爱国诗人陆游有一首《落梅》诗，是这样的写道：雪念枫桃欲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自和飘零去，齿向东京更乞怜。赞美梅花在凶猛狂暴的风雪中凛然不屈，
但到了春光明媚、百花盛开时，且宁愿飘落，也不肯屈辱地向春神乞怜，表现出花中最高尖的气节。直到本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还曾借咏梅以言志，写过《梅诗十首》，第十首是这样写道：英姿不怕雪霜侵，修傍琼楼傍古岑，雕阁原因独立好，肯教富贵复初心。诗以美拟人，赞美梅花能在恶劣的环境中保持一指冰姿的品格风采。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女革命家威武不屈、独立不迁的高风亮节。梅花除不畏严寒的秉性和铁枝求干的姿态令人赞叹以外，那不同众芳的幽香曾倾倒过无数诗人。陆游盛赞道：清泉冷浸舒梅蕊，共领人间第一香。明代诗人向圣摩咏梅诗写道：一雪精神铁石长，不随樊桂斗芬芳。罗浮山下溪河上，独立春风第一香。说梅香是第一香，不但因为梅花将从苦寒来，而且因梅花只零落成碾作尘，但也不改香。清香秦国诗人林和靖，他的梅花诗写道：人怜艳英俗，天与清香似有思。这清香倾倒过宋代诗人王安石，他的梅花诗写道：墙角数枝梅，凌寒独开，遥知赤雪，唯有暗香来。诗人描写那盛开的独白梅，就像积压枝头的团团白雪，且飞雪因为缕缕香阵阵飘来，沁人心脾。这清香曾倾倒过南宋词人姜白石，他有诗句曰：梅花竹里无人见，一夜吹香过石桥。南宋人戴复古甚至连梦中也向往梅花之乡。他在诗中写道：千山月色令人醉，半夜梅花入梦乡。他的山中见梅诗中还写道：有梅花处西无酒，三袖清香当一杯。以梅香代替梅酒，以嗅梅香代替饮梅酒，诗人禁不住陶然沉醉了。宋代词人晁朴之有一首词是这样的称赞梅花的：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奇绝，香飞飞在恶中相彻。占西风，留西月，堪修损，山桃如血，直饶更疏疏淡淡，终有一般情别。此热情地称赞梅花，那花中奇绝，其香不在花蕊，不在花萼，而在骨中。梅花之风采，使得如血的桃花羞杀，骨中相彻一句，发前人之所未发，尤为景色。元末画家王冕在一首白梅诗中这样写道：冰雪林中着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后两句从弥漫浮动的梅花幽香之中联想到是梅花迎来了万里乾坤的烂漫春光，这正是作者济世情怀的形象描述。梅花在冰雪林中着此身，在雪中生长，雪中开放，所以梅雪映衬更有情致。唐代诗人卢照邻有诗写道：梅岭花初落，天山雪未开，雪处移花满，花边自雪回。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但雪只有皎洁之色，而梅却更有清幽之香，所以比雪更让人提神。宋代诗人卢冕梅二首构思新颖，生动有曲，诗是这样写道：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歌笔费平章。
梅须信写三分白，雪却书门一段香。其二，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梅所人，故诗成天佑雪，与梅并作十分春。第一首，甲女寒梅冬雪，互相争胜，各不相让。诗人放下笔，进行一番评判，认为他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第二首，诗人进一步提出自己那充满哲理的见解，认为梅雪相互衬托，方可相映生辉。梅有雪烘托，方显出精神，更有风韵。雪无梅点缀，则不但俗气，也不见生机。诗写得很活泼风趣，不落俗套。在咏梅诗中，还有将梅花和赠别与怀友联系在一起写的诗歌，其最早也是最有名的便是南朝陆凯写的那首《赠范祎》诗。诗是这样的写道：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一枝春指梅花，因为梅开春归，所以人们常把梅花看作是春天的象征，以赠梅花代替寄书信，烧起一枝红梅，无限怀念，无限深情，无限祝福，尽在不言之中。这首小诗清新自然，立意巧妙，流传广泛，脍炙人口，以至于人们常以梅花比作意史，或称为梅花史。春梅一岁首，梅占百花魁。梅花的色、香、神、韵，惹得诗人、画家讴歌不尽。千百年来，画梅名家辈出，代不乏人，留下了无数名画。现在，让我们穿过历史的画廊，放慢脚步，按时代顺序来欣赏一下历代绘梅名画中的佳作。这是宋徽宗赵佶所画的《腊梅山琴图》，画面上腊梅一枝，花朵疏淡，上栖两只白头鸟，画法精工，构图生动。这是宋代画家杨无咎所画《四梅花卷》，墨笔画梅花四枝，每幅一枝。第一幅枝头梅花尚未开放，第二幅梅花欲开待放，第三幅梅花盛开怒放，第四幅梅花凋残欲谢，花头圈点尖细，枝干直挺，笔法清淡闲逸，情态生动。这是元末画家王冕所画的另一幅墨梅图，墨笔画老梅一枝，繁花堆积，充满生机。这是元代画家邹复雷所画的春宵记图，枝繁花茂，梅花用墨字法，只见墨痕，不见笔触，初看似简略，细看却各有姿态，深得梅花之韵。这是明代画家唐寅所画墨梅图，画面上折枝梅花，花用浓淡水墨点成，颇有质感。这是清代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所画万玉图，墨笔画老梅树枝，运笔流畅，生动传神。这是当代画家王承喜的百梅集，王承喜擅长写意花卉，尤爱画梅，他的画能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努力把西洋画的透视、明暗、空间、质感等表现方法融于中国画的笔墨取味之中，以追求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形成了鲜明生动、清新向上的艺术风格。
这是他画的百梅图。尽管历代画眉名家如星，名画如云，但王承喜笔下的这些梅花却别具风采，别开生面，洋溢着时代气息，给人以一种生机勃勃、情趣盎然的美感享受，在我国画眉史上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古代琴曲中，有一支名叫《梅花三弄》，又名《梅花引》《梅花曲》等，内容是歌咏傲雪凌霜的梅花。全曲的主调反复了三次，因此称为梅花三弄。曲调清新优雅，悦耳动听，在我国民间流传广泛，是雅俗共赏的一支名曲。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支名曲。是的，梅花不像牡丹那样富丽华贵，不像荷花那样娇艳动人，不像菊花那样千姿百态，也不像兰花那样仪态洒脱，但它那朴实，那坚毅，那脱俗，那一身傲骨，那一缕清香，是那么的令人陶醉，令人倾心，令人折服。古往今来，多少人歌颂它，描绘它，恨不得把所有的美好词句和毕生的才华都奉献给它，创造了无数赞美梅花的名篇、名曲、名画，使得有关梅花的文化、文学、艺术如此灿烂，如此丰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的精神、气质、性格、情操。我们不用怀疑
大自然的梅花将年年盛开不败，我们更加坚信，在中华民族艺术中的梅花也一定会越开越红火，越开越美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朋友们再见。